换你丢了是不是？对啊，你怎么丢？你有那两个都是爹地的。快去啊！我一直打了他一拳，我靠，他是在干嘛？30分，我靠，换我来丢。哎，我都打到了，他都没有赚，他在搞笑。我越打分数越低，是怎样？读书读越多越考越烂啊！请问这是我们家的钱吗？对啊。虾米，很乱。虾米啦，还有这招。魔法师，魔法师。